它其实吕布在下然后有动到后，对他们 HK 想要硬开，也是直接往后撤。嗯，这边应该先打人，要直到底吗？少两个，他们少啥？他们要。对，那你碰了，看一下打到往前。哎呀！但是换了阿宝这边换了注意焦，突然开启直接灵魂领域中的后面是用 DK 的桃子装命中对方的冷面，冷面换了往后面做进做撤退。但是换了 EZ 从侧面冠军来，暴力拳很可惜没有空到。新鬼撑太久了吧？哦，这一边哇，西西的这一个主卡吸进吸出的，往前这边还想再杀人，再带走一个失血逃生。而且中兵进来了，中兵进来了，真的是吸进吸出啊！还差好多吗？是吗？往前还要再拔这座塔。HK 拔掉了这两个中塔，这边往前再挤一下，女装智能开起来之后呢，伊利在先是 DK 的位置，后面的话呢 ，OK 自己的颜色 pop 起来之后呢，想要清这个凯撒 ，DK 的话呢还在持续做辅攻，小福星能够清掉吗？没有办法，时间21分04秒的时间 ，HK 2-1来到了金牌局。我的天哪，这个一强调之后我在大叫，这 Keeper 不给打的，我冲不过去了。哇，好狠！有那么好抢的吗？